These little puppies were abandoned in last summer, August 9th, 2021. Total six. I adopted two of them. Waited for many months until they were old enough to board the plane. Last night, one of these twins' baby, Kong Kong, is flying toward my family with flight volunteers' help. I can't tell how excited I am, and I will pick him up this evening in Toronto Pearson Airport. 小胖子一丢丢大，长这么大了。康康长得软绵绵的，很胖。还有一个货呢 ，Snow， 康康，天天 ，Snow， Snow 漂亮是吧？菲菲，你老笑起，挺漂亮的。Snow， 康康，看我的小狗队。那这里睡了多少？为了明天客舱能飞，我准备了三个不同规格的包。我们要出发了，你给我坐好，你最活络，你坐好，准备出发，走起。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这是真正的在做让爱回家，让爱前行。看这么多包，其实那些包就是为了客舱准备的。现场换衣服，穿上我们的中国红，中国红穿上了，白狗穿个红颜色的衣服多好看。看看，我们要打扮得美美的飞行啊。康康漂不漂亮？我们的康康有没有小小白的赶脚？长得像不像小小白？看看我们的康康像不像小小白？康康，去跟小小白碰面。今天是2022年2月18号，一个吉利的日子。这只狗我们在几个月前最天，2021年8月份最热的时候，给我们扔到基地来的小奶狗，它在加拿大找到了家庭。然后我们等了几个月，今天飞行加拿大。我们的中华田园犬也有春天，我们在加拿大会好好的。加了啊，你要回加拿大了，加拿大家在加拿大，以后就好好的了啊。啊，嗯，好吧。昨天晚上挨着我睡了一个晚上。嗯，好宝宝啊，你要回家了。这只小狗也是和刚才那个白色的康康一起，他们是一起扔到基地来的小奶狗，去年八月，所以今天一起回家，让爱回家，让爱前行。我们把他们救下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幸福的活着，生命是平等的。我们让爱前行，让爱回家，谢谢大家一直对我们的关注，我们今天要回家了。他现在的名字叫 Snow， 几个月前只差几分钟他就命丧黄泉，不然他的那个姐姐那一天正好碰上他，会给他吃几分钟，保安就拿着铲子拿着麻袋就准备去把他打死打伤了，所以命悬一线的几分钟他躲过了。而且今天是2022年2月18号，一个吉利的日子。我们这只狗是在去年2021年8月份最热的时候给我们扔到基地来的小奶狗，现在已经长大了，它在加拿大马上进安检了。我觉得猫的特别像。
康康，拜拜了，康康。Snow， 乖点啊 ，Snow。Thanks to SAR and off-flight volunteers, we have 32 rescued dogs reunited with their forever home in Canada. If you like my videos and are interested in the daily life of my furry buddy, please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press the little bell. We will continue to update the story of Kong Kong and his friends.